各位先生，小妹呢次返国，返到香港，蒙社会人士赏遣，又得电影界诸君咁热烈嚟招待，小妹真系万分的感谢。今晚由呢个无线电播音台，请小妹嚟为大家演讲对中外电影的观感，真令小妹觉得好惭愧。唯有将刘美头返国经过略讲几句。小妹响美国、加州、荷里活，除咗感觉外国地方繁荣热闹以外，其余无别的感想。返到上海，曾经上岸去闸北睇睇，目睹果度楼宇多姿，被敌人炸成瓦砾，内心有切齿之痛。后嚟返上轮船，就发生种种感想。小妹以为我哋中国人应该一致努力起来，同敌人抗争到底。关于电影，小妹感觉得目前中国电影界正在缝缝拨拨的发展当中，我国自有好大有进步，在技术及物资方面虽然比外国影片稍逊，但是在精神意识方面，国片又比西片优胜，总能表现出我哋中华民族之奋斗精神。小妹希望中国电影界及国民政府当局对于制片要注意的，当然要注重将中国文化道德宣扬到外国去。我哋试攞外国影片嚟睇，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发觉每一国影片都有每一国民族性。英国影片总有大不列颠色彩，英国色彩来讲，保守同幽默成分是非常浓厚。至于美国影片，大多描写奢侈繁华之大都会生活，充分表现出一种享乐主义色彩。但是最近又转向文艺片方面，有好多影片都是从名著而改编，这是美国影片进步的表现。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因为缺乏之意义的题材，是不能够不拉文艺片着手去做。至于德国、俄罗斯和意大利片，成日都带有宣传他们国家意识形态色彩。小妹在美国居留期间比较少有机会看到国片，但是每当发觉有一部国片的开戏，总是抱住热烈心情去看。有时看到能够发扬大中国光荣的影片，内心自然非常高兴，但是有时看到毫无意义取财富脑之影片，就觉得疾首痛心，感觉是中国电影界的一种侮辱。当我经过日本果时，我觉得萝卜头正在积极去制造鼓励民族振奋的影片。其实我们中华民国现况更为需要一种鼓起民众奋斗精神的影片，但可惜我从未看过一套这样的影片。我希望全国电影界同业都注意这点。小妹仲有点感觉，中国应该多拍带有真实性时事新闻影片，运到世界各国去放映。因为在远东方面，有恶邻成日制造好多事件，在欧美方面总不清楚明白谁是谁非，最好就利用摄影机当做一个调查团，将事实拍给他们西方社会看，是非自有公论。那么在国际宣传上未尝不无小补呢？讲到摄制影片的机械和技巧方面，小妹不是专门技师，所以不敢多讲。不过在外国，尤其是在荷里活，什么工作都是由专门人才担当的，但在我们中国，听讲话每一个人就兼任数职，好像监制啦、编剧啦、导演啦、
老板啦，甚至做埋主演啦，都是由我一个人担当，咁就真係大错特错。我认为中国制片家应该改良呢一点，若果话係为咗资本所限，咁宁可响物资上面节省一点。前几日返嚟听朋友讲，最近广东政府要限令各间戏院要影 60% 中国影片，对于国片发展有相当助力，但小妹希望中国将来可以多拍能够发挥民族精神，能够增进国民教育的影片。小妹更希望中国电影界能够将我哋新中国种种情形好多新建设介绍到世界去，等外国人唔好仲以为我国还是处于清朝时代。所以小妹呢次归国，好希望国内制片家大家要为中国争生气，希望全中国人都努力帮助中国电影事业发展。国内电影界亦应该有种动员的决心，技术人才要努力研究，演员方面要向电影艺术下苦功，舆论界亦要负监督指正的责任。咁样将来中国电影不论国内蓬勃兴盛，都不自被外国片侵略，就是响国外市场都可以同外国片比较一下。以上不过乃小妹个人意见，希望各位听众朋友随时指正指正。讲完啦，谨祝各位听众朋友康健。